观众朋友啊，大家好吼，到底即摆咱的职工会碰到什么瓶颈啊？有什么困难啊？需要上面来辅助来救我们，或者是咱有什么自力救济方式？因为刚刚今晚你无甲政府发生了，政府拢唔知影。因刚刚黑箱追啊，臭鱼人啊，赶快！啊，若拄着去吹，就刚刚足球队，大家拢关关咧，只个台，唔是伊就是伊。啊，若要吹你，就有够侪代志该吹，所以这种拢唔对。哦，咱即摆来欢迎哈，咱高雄市保利工会理事长何运理事长哈，来你好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保育人员职业工会创会理事长嘛哈。从以前到现在啊，幼儿保育、幼儿托育都始终是在我们这个行业类别里头就已经很久的。可是呢，这一些我们这些教保人员啊，自从也是民国1996年修法以后哈、啊，在内政部他把这个儿童部哈、啊，把它提升上来以后，我就发觉教保合一，幼稚园0到3岁跟4到6岁合并以后，我们的市场好像也就跟着萎缩了。我们常常在讲职业工会都是劳动嘛，那请问一下，这一些劳动的老师，既然我们成立了职业工会，就是要保护他，就是要保障他的工作权，从事这个幼稚园啦、托儿所啦，这些老师。园长有会老啊，老师的异动也很频繁呐、啊。因为今天在这个幼稚园待不到5年，他可能就离职了。那离职他要到下一个单位。假如今天我们的劳保现在查的审核非常的从严，你只要不是从事于幼保、托所老师或者是幼托的，你通通不可以加职业工会。那这些老师是不是也很冤枉？那今天这些老师老了以后，他的第二专长如果没有经过在职训练或者是劳政司帮忙的话，那这些老师他是不是可以从事其他行业呢？譬如说转战到保姆啦、或者是转战到这个居家照顾或者是居家看护，可是这个重叠性跟他的专业度又决然是不一样的。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发声，就是说假如我们可以的话，那是不是也透过这个政府机关或者是哪一个专责单位，是不是可以辅导我们职业工会办一个类似这个 TTQS 的认证之后，我们可以让这些老师也拿到第二专长的这个证照呢？那我呼吁，我也相信了啊，全台湾的这个幼教老师跟幼教的这个托儿所老师，他们既然有我们这样子的单位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替他做这样子的服务，或者是一个转介工作呢？现在大部分的观众朋友碰到问题，就是我们都在民营机关上班，那民营机关上班，他并不是公家那个铁饭碗，该做到底，以前做其他做其他，我忙好了，我好，我刚刚还没出来装起。麻烦，那像现在如果他现在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工作做很久，那加入这个职业工会，应该是受到一个长期的保障啊，那一样是政府单位在保障啊，不一定要这样处处刁难他们，有时候他是待业中或怎么样，都来查的公有讨论比赛，他们就可以标政府这个劳保是要保障大家的，它是一种那个社会福利制度呢，你不是这样，你要敢处处提钱，你工程就要敢刁，要敢冲炸，我看这无道理，所以我希望吼，这嘛呼吁吼，咱未来理事长吼，啊，针对一点吼，因这应该是发生足济嘛吼，啊，要安那来帮忙的，啊，政府会讲，我看当许多方式，爱当来辅助咱咱家老百姓啊，包括咱的基层职业工会吼，因为今嘛嘛是介侪，听有情况，讲什么要来查看，你这个是毋是较早，什么今嘛嘛有从事上，很麻烦呢。对不对？啊，咱流动率较大呐，我政府有通保障，咱先保着1万多，按咱的模式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应该体谅讲，我们老百姓是安尼，现实生活不是安尼，应该有一套机制通道，你就不做的，那么可以在这边，你可以选择现在新行业还是公立，在旧行业可以暂时还可以先保得到，啊，这点应该合理嘛？好，来跟陈介理事长发表几下高见哈。刚才我们有谈到这个资格问题，他都要来报告。因为咱政府这个1987年10月才开始开办国民年金的问题，啊，至于我们法院刚才跟各位报告过，是讲，迄个咱的乐委会、咱的中庭、咱工会中庭内底就写得足清楚，就
从事有关行业，从事有关行业得假日便利之类工会，有关行业来当加入你这个工会，哦，安挺有意思的。那这个要保障吗？那文字方面，哦，因为文理方面啦，吼，做官就要改写啦，做官就要改写，所以我现在在阮后生招聘，啊，我拢鼓励人的手底吼，爱认真读册，爱去做官，哦，甚至我最近去当上课，我拢讲。希望您下摆，您的后生仔仔做总统、做行政院长、做立法委员，爱针对国民年金在文理吼来修法、来改吼、来迄个改法的吼，在这边我跟各位报告一下。啊，至于我们保育人员职业工会，事实上以文字的认知，啊，咱他都啊，咱那个葛理事长在讲，严理事长在讲吼，我们可以在劳委会。申请那个证照哈，那个证照哦，那你当委的委会啊申请哈啊办证照啊这港协哦来可取哈，这个我们可以专案去申请。申请哈，哦，很鼓励大家都这样办，多办一些证照考试，对我们工会也有保护啊。啊，至于幼稚园的老师幼教嘛哈。幼教和那个托儿哈，起码拢合作伙啊。因就是讲，跩老师啦哈，那足可怜的，那足可怜的，先拢讲足可怜的。因为大部分跩幼稚园哈，嘿，开幼稚园的头家有啊，有财团，啊那有一挂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开的，但是因针对跩老师的福利甲保障权益。哦，包括在头家拢总唔捌劳动基准法，不懂得劳动基准法，违反法令，这个这款代志吼，时常我拢会拄到。尤其我在高雄市总工会十七年外，做调解委员会，调解委员，做主任委员，做主席，十七年外，啊，伫咱高雄市政府劳动局吼，做调解委员，时常拢拄到，拢拄到。这个朱峰，吼、哦，啊欺负乐刚，乐刚什么人？乐刚就是跩老师，啊有目屎吼，啊无当老啦吼、哦，有目屎无当老，啊，伊就讲你唔大卖大，哦，所以我们当委员的是，阮做委员的吼、哦，有时阵啦，感觉足无奈啦，我希望讲会当透过迄个证照考试啊，受训啊，针对乐刚发言，加学一挂，加捌一挂。哦啊有啦，最近这一两年啊吼，啊有较进步啊，是安那较进步，因为资讯比较发达，上网一迄、那个上网吼，乐委会发令，乐动发令，哦啊谁查了谁有啊，是只不过，哇只不过足济人吼、哦、对这上网袂晓诶，吼、哦，哎呀又看袂懂吼、哦，所以很遗憾呐、啊、吼、哦，很遗憾，希望吼、哦、我们这个资讯方面，啊是这个教育方面吼、哦，政府会当。依照法令，政府会当依照法令编医生，吼、哦，或跩基层工会针对劳工老百姓的当个，迄、那个加摆一寡教育课程，安尼吼，老百姓劳工对法令较会了解，吼、哦，而且安尼不，吼、哦。咱观众朋友恁听了爽无？你着听咱专家咧讲。啊，虽然吼、哦，咱陈理事长吼，伊就会来。但是用伊巴肚面上过济啊，难怪才呕会了。啊，咱即摆关键问题，你若有啥物需要，啊，啥物需求，你会当拍电话，拍阮公诶，快点，也是等下咱李市长伊留伊电话吼，啊，甲伊请教。啊，咱用做即个咱诶简单诶即媒体即力量吼，啊，甲即来公布，咱介济全部来讲，啊，全部看卖。你了未了解以后，无咱前边听讲政府即摆讲开放代表一寡老师去嘛。啊、到时候叫请代表的来做幼稚园老师的话，大家改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，万一咱小朋友是安怎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刚刚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去争取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政府虽然是讲能专家，在我看来吼，有当时啊嘛，不是专家先跳些病房，所以你要听咱劳工实际上的状况，还有在理论上并不是说你里面的一定是这样，那总是一点搞怪，这没错。啊，哪里大家有些分钱，哪里有破解，并不是这样的。